布丁，家里来客人了吗？怎么有两个水杯？别动，那是我帮弟弟倒的水。又来了，你哪来的水吗？咦，弟弟叫我呢，我先上楼了。医生，布丁他根本没有弟弟。我那天……弟弟，你想吃什么呀？我去和一诺说西红柿炒番茄。太巧了，我也喜欢吃那个。应该是你很少陪他，他幻想出了另一个自己。我……一诺，我们出发吧。你在说什么呀，布丁？不是说好今天去公园玩吗？哎呀，我这脑子……下次我一定带你去。一诺，该吃饭了。你先去吃吧，我还在忙呢。可是今天我……哎呀，我真的很忙。你自己先玩会儿。糟了，今天是布丁的生日。都怪我，要不是我……怎么样了，医生？治疗不是很理想，简历还是吸引人。回去啊，多陪陪他吧。这过山车可真刺激，下周我们再去吧。得了吧你，也不知道是谁被吓得腿都软了。爱你。生日快乐，布丁！是我最喜欢吃的红丝绒蛋糕。你喜欢的话呀，以后天天给你买。布丁啊，最近你还在跟弟弟一起玩吗？当然啊，他现在就在你身后。布丁，你为什么不配合治疗啊？一诺工作很忙，平时还得陪我。如果弟弟留下，他就不用那么操心了。